阿仔，系啊系啊，三哥，我啲波比，三哥咩啊哈？这位大姐关心蔡依瑜，另一头相亲也跑来。OK 啦，哟，彩票啊都无咩呀，还好啦，你看你拢 OK 咧。哇哦，喂，还好咧。光是短短一段要前往庙宇的路上，相亲对蔡依瑜发生车祸，光是从电视上看到就担心到不行，更别说历劫归来的蔡依瑜，赶快拜拜压压惊。祝你保平安，祝你有向你的师傅，保佑庙咧，祝你平安。车内底三个人。啊，包括含对方吼，安尼三加一四个人吼，啊，拢会使平安。人生走马灯，随着撞击翻车走了三圈，感谢神明五波比。立院同事高嘉瑜第一天就留言要献唱这一首。每一次就算很受伤，也不闪泪光。先看看旧画面压压惊，至于哪时候献唱，蔡依瑜本人还没收到。脚裹着纱布，还好一切平安。毕竟撞极低时间，车子翻三圈，还一度卡在后座。站起来！消防队拆门抢救，平安。蔡依瑜把握时间，走遍当地各大庙宇，拜拜求平安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赖碧香嘉义县报道。